全部开放是用精准代理的下来。第二部分，原厂精品保护的，正宗的，好，不用品牌的才精品保护。最主要是我们创承诺，非得我一直喜欢，我们换新的给大家。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回到家跟我们一样，去测时间，坚持。精密的标准认证是世界级的等级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现场试给大家看哦。你可以看到，它现在血氧浓度98，但是我们现在让它这个闭气一下，我们压一下它的鼻孔，让它不要吸到氧气。你可以看到它的精准度哦，下面是它心跳，现在心跳有点快了。那上面呢98%的血氧浓度，它掉到95要小心点，93就要注意了。如果低于90以下，立刻送医，立刻送医。对。他现在恢复，对，你这样你能够看到，他这个血氧是随着自己的一个血氧的含量去做增长。他现在吸到气之后，氧气恢复了，对，他掉到99又回来了。对，所以啊，我们说现在有一个很多人上面的氧的状况，对，全程开放体验，非常愿意自由换的，特别就换新品牌，错过就再也看不到了。对，自己认证，对，没有地方可以寄，不准不要买。心情会有期待，对，不敢再有。3G1280G，真的。